箴言第31章第24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其实你会看到，只是想想这个我们讲经的根基，你就明白神对信仰的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讲在里面侍奉，都未讲在里面所做的这些祭物，都未讲任何其他东西，只是第三点讲话是在一个流动过程底下去起这个会幕，并且在流动过程底下去拆，还有呢一路孭住这个帐幕去第二个地方又再 set up 它。那你就会理解呢，其实神在信仰上想解读一样什么东西，因为仍然是无中生有的，甚至连个时间都是无中生有的，从来历史上没有的，没有预知，并且没有说哪个时间有所谓预知，但是神是指定的时候日期起，并且指定的年份起，并且指定还要在旷野里面起，起了之后还要指定呢，有了这个会幕之后你们排的阵营是要怎样排，你们走的时候不是流离浪荡，你有了这个会幕之后，你就照着神所定的在天上所看的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十二支派去移动的嘛，是不是？你就是看这些就是个元素，就是这些的元素究竟今时今日有几多人的信仰是这么认真，是真的达到元素的要求，是不是？但问题如果我所讲的一个帮助，即时你就要对这个全面要了解，因为你了解几多少，你参与才能够多，而并且你们的帮助程度才能够多。你完全乜头乜路都不知道的话，你就最好不要动手，你帮手斩搞，是不是？但最衰的就是那些呢，不知道情况底下还要坚持用自己的无知和自己的做法呢去摆神的家，争权夺利啦，即是推翻这些的政党啊，这些的教会当中某一些的群体啊，用很多这些的方法互相倾轧啦，是不是？将自己的高升啦，用很多这些这样的做法，你想想教会怎么搞得好啊，是不是？咁所以变第三个元素就是话俾我哋听咧，会幕其实是在旷野的时候做出来的，并且是在旷野的时候维持了40年咧，佢哋喺嗰度咧去献祭嘅。然后第四个元素咧，就是我哋要理解咧，好多呢啲嘅附加品啦，就系即系话会幕做出嚟系咪即系好似个庙咁摆喺度就算咧吓，等啲善男信女去装香咧？唔系嘅，其实佢做咗出嚟之后咧，系有祭司体系嘅，成个祭司体系产生出嚟，而出现咗咧节期同埋呢一啲我哋所讲嘅祭物。呢、这个就系我哋要了解啦。因为这个就在新约里面不断去尝试去解释这些的元素嘛，是不是？然后讲这些元素代表了什么嘛，你会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或者新约根本是从来没有脱离了解释给你知道旧约这个会幕他所讲给我们听神在信仰上要求我们的质素。当然当年的时候，这些的以色列人在抗议的时候，他就直成他们自己亲手做，在做的时候，当然他们真的你看到了，如果他当时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真的要付出他们的劳心劳力啊，还有维持啊，这个对他们的考验，不是对他们的付出。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直接将信仰变成斋噏的，就是说哦，他们付出了啦，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啊，你回到教会噏就可以了，即是你念下经就可以了。他仍黐一线，在信仰上突然间将整个信仰 downgrade 到呢，完全不是主耶稣所讲。因为主耶稣讲话旧约只是影儿，新约是实体嘛。哇，你新约是实体，突然间 downgrade 到什么都在信仰，什么都不用做。那神在旧约里面不断都讲紧，就是说他要将人性的优点啊，将人性更加美化，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灵性能够提升到似一个辛苦啊，这些全部一次过劈低晒。哦，我们有这么下流得这么下流得的了，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这么懒得这么懒就得的了，什么都不用付出的了，我们完全已经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几大个罪人都无所谓的了，一味叫神饶恕就得了，是不是？那你就上到天堂的了。但主耶稣基督其实是开始了呢这个受浸这个概念呢，然后带来新约的嘛，是不是？而我们知道为什么他用受浸开始了，原来因为他是针对这一班败类呢所讲的一个概念。受浸是讲紧咧，就系洗作盘，用水洗净呢啲血啊嘛，洗晒我哋嘅血气啊嘛，系洗尽晒呢啲嘅污秽啊嘛。而一个祭司佢做嘅工作就喺呢个洗作盘当中，帮呢啲会众去洗啊嘛，唔单止自己洗啦，已经系仲要帮呢啲会众洗。但系而家调翻转，你会睇到，哇！你睇到好多基督徒有咁血气，得咁血气，有咁贪心，得咁贪心。
有个冇网管就得咁冇网管，系咪？所以你睇到呢一个我哋所讲紧嘅喺会幕里边，每一个元素都话俾我哋听神对我哋嘅要求。而新约系咪咁样写成啊？系噶，你会睇到佢会讲到关于我哋应该喺道德上点啊，我哋喺家庭上面点啊，我哋自己成为一个嘅员工，我哋应该点啊，我哋成为人哋嘅主人或者成为一个老板，我哋应该点啊？呢啲嘅元素有冇喺新约一样浮现翻俾我哋知道啊？全部都有，甚至去到启示录嘅世界结束嘅时候咧，神都系揸住呢一个嘅概念咧，去俾我哋知道佢想要嘅嘢啊嘛，系咪？所以变咗帮助，即是就需要了解呢啲嘢。呢个起步嘅啫，系咪？系全面了解嘅话，你一定要由乜嘢话？由元素里边去理解。如果当咁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进一步变咗侍奉。即系换句话讲咧，侍奉嘅时候，你就将呢啲元素真正代表嘅质素咧，去带出嚟啦。就好似譬如好似举个例啦吓，佢哋有咗圣殿之后，佢哋一年三次要守节啦，带住佢哋嘅牛羊啊，或者佢哋献嘅祭物啦，由佢哋屋企一路行到呢个圣殿啊，上行之师啊，然后佢哋献上。咁第一个概念啊，你一听佢哋讲节期啊，一个听个讲会众服侍神嘅方式，或者系祭司服侍神嘅方式，或者大祭司服侍神嘅方式，即系会众嘅像、祭司嘅像或者大祭司嘅像啦，都已经俾咗第一个概念你，就系不厌其烦啊嘛，系咪？但问题你会睇到主耶稣呢、这个就系点解主耶稣基督喺圣殿里面赶走啲马牛羊鸽子啦？佢哋唔系不厌其烦，佢哋直情厌烦啊！佢哋咁先至产生咗呢啲兑换银钱啊，同埋卖牛羊鸽子嘅呢啲人噶嘛，系咪啊？咁所以换句话讲，你睇下呢个，当你从呢个元素当中去组合咗嘅时候咧，你就真真正正理解当时嗰份嘅精神，即系话佢哋喺信仰上神无中生有创造咗出嚟嘅一班所谓叫做唔合格嘅旧约嘅以色列人，佢已经付出嘅程度。但系今时今日新约，你会睇到好多人都完全都脱咗节啊，直成同呢样嘢。所以变咗你要睇到，当我哋喺帮助即事嘅第一样嘢去理解，就系话我哋要不厌其烦。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四节，他作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衷心出诗歌献给神，盼附上我真挚诚恳，常纵唱爱歌再不怨愤，全波动人灿烂人生，愿奉上乐趣是尽性尽心，献粗粗与热忱，听我岁月全无憾，是奉献热心全程着若兴奋，献寻着恋人，不管冷风来临，心温暖上真粉，高声唱唱乐韵。